可是我们信仰优雅中带有倔强，是最迷人的地方。光荣的朝鲜，邀请大家给我们支援到底的龙江，还有所有辛苦的战士，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。在心房，就像是冬日温柔的暖阳，无时无刻给予希望力量。红色是我们的信仰，承载着如今与过往，就像是夜空闪耀的亮光。谢谢，谢谢所有南国的乡亲，一起来到神奇五球场，为我龙加油！我们打出了两胜两败的神奇，大家的热情让我龙可以一步一步继续向前行哦。周六我们要回到天母进行我们的守护主题日，邀请大家继续进场，写下我们五月狂龙的传奇。这四天谢谢大家的热情，我们就之后再见喽，拜拜！大家回家路上要小心安全，注意防疫，再见。